好妮妮回来嘞。回来了，是吧？啊。那好妮妮老师她就是前国策顾问，然后在反红帽的时候，很早之前她就写了一封信，然后在反红帽路上也是不断的和我们一起站在一起。前面差不多的东西，因为我很早就到台了。啊，真的是好妮妮耶。大家好，我是郝明义。今天为大家讲世界足坛第一届冬奥，第二届学生运动之324，第三件事情马总统，第四件事情我们自己。红帽，我要讲的第一句话是，没有人有资格说我不喜欢红帽，我就不要红帽。同样的，也没有人有资格说我喜欢红帽，我就一定要红帽，并且不顾程序正义硬加在我们头上。所有今天我们为什么会来到这里？本来这个事情是可以好好讨论的，是一个本来对台湾的前途，我们是可以理性的分析研究，找出到底这个社会怎么样能够利用到它最好的地方，以及避免它最大的风险。但是我们的政府却一直用黑箱作业，违反程序正义，使得事情一发不可收拾，来到今天变成必须要对立的来面对这个问题，要必须要我们讲出反服贸这样的口号。这一切的责任必须要回到我们的政府，尤其是马英九马总统身上。谈到程序正义，谈到黑箱，到今天马总统都不承认有黑箱，我们让他看一看他自己在四年前2010年在跟蔡英文辩论 APA 的时候他是怎么讲的。当时他告诉我们，服贸只是一个开头，不是 APA 只是一个开头小小的协议，然后接下来是一连串的协议，然后一连串要好好的谈判。现在让我们看看当时他是怎么讲的。它是由海基会跟海协会这两个单位来签，本着尊严、对等跟互惠的原则，每一次正式协商的前后都会向立法院报告，并且对外说明协商的进度。协议签署以后一定会受立法院审议，要通过之后才会生效。协商协议开始前要让立法院知道，他有没有说每个程序要报告立法院？他有没有说协议签订之后要来有没有要审先到立法院来审议？有没有说审议通过之后才能生效？现在是谁竟然在整个的立法委员，包括他们自己国民党的立法委员，没有一个人知道，王建民都不知道的情况下，去年的6月21号竟然签下了这样的协议。我们看一看接下来的报纸上是什么反应，他们一直说没有这样的事情，这不是自由时报，这是中国时报的报道，这怎么讲的？他们自己同党的立法委员包括王建平，没有一个人知道这件事情。我们再看一看下一张观众片，这去年9月中的时候，国民党的立法院的书记团书记长赖世宝，他在交接典礼上，我先讲一下，他在去年交接典礼之前亲口跟我讲，他们每个国民党的立法委员都因为这个行政部门把他瞒在鼓里而心里是叉叉叉。然后我们再看他正式在这个交接那天讲了什么，我这个字实在是不好意思念出来，但是
不得已，我们念他一下。他说行政部门就在上游拉屎，然后叫他们这个立法员在底下收屎，还怪他们擦屎的姿势不漂亮。为什么我们的政府到现在都不肯承认黑箱谈判、黑箱谈判？你总要有些事情你要承认自己的错误，才有改进的余地。你不能把所有你讲过的话都当作没讲，你不能把所有发生的事情都当作没有发生。我们必须除了这几天学生的要求之外，我们必须要加这个新的要求，请马总统说明你2010年讲的事情今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你到底怎么样违背了你的承诺。服贸协议不是很好懂的，因为它里面有两大块，一大块是跟专业产业利益相关，许多经济学家的分析数字在里面，一般人我们听不懂看不懂，即使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行业，自己的行业自己会了解，其他的行业也是不容易了解。但是另外有一块是尝试的领域，这一块是我们每个人都该关心的。尝试的领域就三件事，一个事情就程序正义，你有没有照行政立法应该有的监督的规则来，该走的程序走，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第二个事情就是国家安全，我们每一笔生意做下去，赚钱要紧，有钱赚要紧，有饭吃要紧，但是我们自己的安全一定要第一。任何个家庭主妇上街买一个菜，买个食品，都知道不能只贪它的价格便宜，要注意它的食品安全。怎么会政府签个服贸不注意国家的安全？昨天晚上在马总统的记者会后，有个记者问他国家安全的问题，马总统回答了说，哦，他也听到了一些人的说法，他特别提到桥梁跟隧道管理，他说这只让陆资来投资12%，并且呢是可以用这个公共工程承包法这些东西把他们挡住。我们来看看马总统你在讲的桥梁跟隧道管理是什么事情，大家看一看，这不是土木工程的部分，这属于公共运输的部分。我们让他们来是投资50%的上限，不是12%。第二个请注意，是县公路桥梁隧道管理，为什么在整个的公路运输系统里面要县只让大陆物资来投资公路桥梁隧道管理？我不是军人，我没当过兵，大家用常识来讲，台湾的公路桥梁隧道的所有的管理资讯都让中资来参与，这会是一个国家安全应该注意的事情吗？并且为什么他连这么重要的事情昨天的现场讲都会讲错，我们怎么相信你会真正的注意到了国家安全？第三个，社会公益，服贸对很多行业都会有利，的确，但是我们每个人都要知道，我们有钱赚，我们可以靠着这一个走向全世界，给打遍天下的同时，我们必须要注意有没有台湾的哪个弱势的产业、弱势的团体会是其中的受害者，他们可能没有机会来享受这个服贸的好处，他甚至他可能自己吃了亏都不晓得怎么表达。我来举个例子，残障同胞、植物人、老人的养护的工作是由台湾的社福团体在做，这些工作在台湾的规定是只能够非营利组织来做，所以这些团体之间没有那么大的竞争性，大家都是做善事嘛。但是服贸现在这一次却让陆资进来开设的残障老人服、植物人，所以这些安养工作可以用盈利事业来经营，
这代表什么？一旦盈利事业经营之后，他们就可以采取用先早期用比较低的价格来排斥一些竞争者，后期再提高它的价格。这不是我在胡说八道，这是所有大型的连锁店，沃尔玛代以为代表，在全世界为什么一方面这么成功，一方面会引起这么大争议的一些原因。并且别的行业，你说消费者被服务者他吃到亏，他被服务不好会抗议，会表达，最麻烦的是植物人他怎么表达，一些老人他怎么表达。我们的政府整天讲服贸协议一字不能更改，我看光为了这一件事情就必须更改。这是服贸协议部分，我们再来讲讲学运跟这个324。324真的很不幸发生了那么这个血腥暴力最后的收场的场面。现在政府把他责任归到了学生的头上，说先占领了行政院，是不是这样子？这个责任是这样算吗？我们看一张下一张照片，这个是发生在2009年的一个新闻，不晓得大家记不记得，总统府被一个女人没有带任何证件闯了五楼，过了六道关卡，一直闯到了五楼。当时因为我还是他的国策顾问，我说这简直是已经是充分的显示出我们政府机关对这个维安的漠视跟漫不经心。我写过公开写过两篇文章来谈这件事情，我提醒过包括机场的问题，包括还有其他的总统府里面我看到的问题，有注意吗？有注意去年怎么有大卡车在撞了？政府一直这几年来对相关的机关的安全是漫不经心的，所以当我去年看到卡车又撞了总统府的时候，我心里想啊，来了。3月17号，学生进了立法院之后，一方面我高兴，但一方面我真的是愤怒。你们不知道学生在外面抗议吗？怎么会你们的警力在干嘛？怎么会就让学生闯进去了呢？这叫什么国家的这个机关保护维安？好，17号进去了也好，17号发生了，第二天总统府就驾了巨马扩大警备，但为什么行政院没有呢？为什么24号又来了一次呢？只有两个可能，一个可能是他们无能至极，一个可能是什么？引人犯罪，无耻至极。